逛街购物吗？你是鞋评达人吗？只要你估对价钱，就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。第一组登场的估价大明星是许志豪家哥哥许志坚，第二组登场的估价大明星是林良欢家妹妹林良莹，第三组登场的估价大明星是张秀清还有外甥女黄淑珍，最后登场的估价大明星是方瑞儿还有侄女方云姿。现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曹伦。欢迎收看《消费咕咕乐》啊，咕啦！今天这是什么场面啊？是怎么了？根本是歌唱比赛要准备开始。这是另外一种的星光大道。对，根本是豪记大对抗。真的。哇，现在从第一组到最后一组，全部都是歌手哎。Hockey 啦 ，Hockey 啦。我来介绍我们第一组，许志豪。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是新人吧？哦，是。是，你也是豪记的，还在豪记，也在豪记，也在豪记。这一次出了新的专辑《新买枪波雕》哦，是里面有男有女，你是跟我是女的，我是跟林良欢小姐，好，林良欢，第二组的。啊，梁和尚歌曲就对了，这是我跟梁欢第三张的专辑。哇，你豪记的这也无红的吼，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对啊，连潮人这种闽南讲台语去唱嘛，是真嘛是红的。无啦，老板，他们不要找我呢。不找你了，不找你，正确的，正确选择。好，那个旁边，你的旁边是谁？哥许志坚。哇，你哥哥啊？对。哇，还好你哥哥不会很会唱哦。我听哥哥就好唱了，你看这外形嘛，讲东北。我们现在介绍人员出来，因为有很多人要讲话了。张秀清。香蜜，我是小甜甜布兰娥，所以买的啦。方瑞儿，就是我本人，我出新专辑啊。爱情的花朵，表面也真好看。大家好，你看你的公司看外好啊你。好，一起来欢迎方瑞儿。欢迎。恭喜我这个阿我新专辑嘛吼，对对，是是是，他秀清啊唱的滴，唱的这条是。哎呦，这好，伊足好唱的，你知道吗？无人会当额外开口，竟然搞外开口，我给他行啊！哇，今天他们有个好处，谁上来他们谁都开心。哦，拢是好记啊。对，上台有个好处哦，还是有分哦。上台尤其是新人，林良欢跟许志豪上来有机会，如果你们两组有上来的话，就可以唱新歌了。对呀，没有来不准唱哦。对，好，来先来估价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来估价一下，来进行我们第一阶段资格赛。美味到你家。好，曹兰帮我们介绍什么样的美味？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达官正要的，他们都是很爱吃的怀念的味道特餐。好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江老板来。江老板做的菜其实就是属于客家菜嘛，对。刚刚说那个达官贵族，这个是哎，比如说我们的前副总统啊，那个吕秀莲吕副总统，他曾经啊，他对你们家的这些菜色特别钟爱呢。对，帮我们介绍你的菜色。来哦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叫做怀念的味道特餐。怀念的话，像这一道是焖鲫鱼，哦，这道是非常道地客家菜，它需要到6-8个小时来焖煮。它里面的骨头刺都已经酥掉了哦，所以连骨头都可以吃下肚，从头吃到尾哦，不需要把刺拿出来，而且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吃哦，骨头已经酥掉了。再来，接下来这一道是我们的五香醉猪脚，它是用酒跟十几种中药材在里面哦，所以这种胶质非常丰富。可是吃起来不油腻，完全真的不油腻。听说瓜哥常常去你们店里啊，瓜哥那也喜欢吃，来吧。哦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好香哦！绍兴酒的味道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有臭的猪脚，就把它丢掉，没关系。它有香，它不香而且是冰冰的，冰镇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哦。要两天以上熬煮啊，已经泡两天，十几种药材哦，怎么样？哦，吃下去绝对是吃到冰凉的胶原蛋白的感觉，而且真的，我其实很怕吃肥猪肉的人，可是它现在，我现在咬到的有筋有皮的部分，一点都不油腻，感觉像在嚼蒟蒻一样。哇！那接下来这一道是凉拌蕨类哈，就是我们一般讲青菜类那样的。那我们这一道菜是属于用客家马蹄的原理。这道菜吃起来也非常清爽。不好意思哦，上面的白白的那个东西是沙拉，沙拉酱。对，哦，所以它有点像是客家的马蹄的感觉，是有花生粉在上面。哦，
小峰会不会特别这样就喜欢吃他的青菜哦？哎，又加点沙拉，加点花生，如何？绝对喜欢，尤其是不喜欢吃青菜的小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感觉好像吃润饼卷的感觉，因为有花生粉的香味，然后。可能有些小朋友想说啊，青菜不想吃，可是用那个花生粉的味道可以骗过他呢。麻雀一样，这个很特别哦。这个我其实在家里都有吃过。是哦。我记得我妈都会煮这个。福菜肉片汤。福菜肉片。福菜肉片。姜菜就对了，就是在那姜菜，然后晒干了变。晒干了以后。对。哇。然后这个肉片一定，它这个肉片有没有炸过？还是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完全乡下黑猪。哦。所以它吃起来也不会有臭臭。那按摩你呢？方瑞，你知道吗？听伊讲，你无食饭，无法度唱歌。啊，对的。对啊。你今日高铁进口，你来吃一顿嘛？真的啊？对啊。我有机会吗？好，我一定要猜中，我想上去。想上来是吧？哎，对。哎，我们也想猜中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要说你是前辈啊。我们还没有吃饭。好，从早上我们也很想吃哎。这个你们不要吵好不好？主持人也还没吃哈。还比较特别，这个鸡油拌饭。这个鸡油怎么拌饭？鸡油我们一般拌。会跟一般那个猪油拌饭一样吗？类似对。可猪油拌饭吃起来其实，当然很多这个商家还在做，例如华丰啊那样。但是那个现在如果年纪大了，胆固醇真的不能用，那个血管真的会阻塞的很凶。不是，我们这个是植物性的。好，植物性的。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个，它是就是你所谓的鸡油吗？对。哦。但是它是植物提炼的。植物提炼的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就淋上去。好。那我们请一下许志坚，他这种身材来吃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等我们还没有呼叫，我们就请你上来吃。你就是把这一碗吃完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保持，来保持健康。对对，三哥，我们吃了三个，半汤匙，半汤匙，半汤匙。来，哇！哇！哎，你好幸福，谁受得了啊？不用配菜就可以吃，不用配菜。对，你要喂我，我喂你干啥？我帮你夹一点那种小碗。等一下，你还坐稳。你不用吃自己，好不好？哎，凡哥，你这样很不公平哎。他我们一整排的人，他看起来最饱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怎么会叫他吃呢？他看起来最饱。对啊，我们都很饿哎。我们都好想。他凭什么吃啊？我跟你讲，他这种吃相一定感觉更好吃的。哦，我们要这种猪，要鸡油拌饭，就要这种杯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扒饭的感觉。不对，哎呦，你鞋穿了，你掉风了，快一点啦！就要叫我快一点哦，你鞋掉风了，要擦干啊！限你十秒内把它吃完，十、九、八。欸、他们很会享受啊！哎，徐志坚，你无他优秀啦，你买个配哦，就优秀。我先品尝，继续。哎，徐志坚，你边吃啊边还把那鲫鱼咬一口放到其他的放旁边，你要出船的？不是啊，对不起啦，都可以吃啊，刺可以吃，对，刺都可以吃的，整个头都可以吃的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好鲫鱼，好鲫鱼，你这样子，啊，蛋姐，我对三口蛋，哦哦。哦，你好羡慕哦！好了，意识到了就好，意识到了，棒！你就把它吃了，快的！哎呦，回去吧，是不是？今天不要再吃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，不要再吃了哈。我们先谢谢我们的江老板，快谢谢老板。一吃再吃，吃完了之后还想再回去，还想再吃，怎么不想呢？一定想吃的，嗯，就上四道菜就对了。是，我们饭的部分里面吃到饱，茶也是三菜一汤，三菜一汤，嗯，好，这样等于是四个人份可以吃，没错。好，这样一个套餐，这一组到底市面价这样一组多少钱？好，多少钱呢？来，五秒钟，请考虑。好，这样一个怀念的套餐，这样一组到市民价值多少钱？来，760元。好，760元。嗯，来二组来，林娘，800。好，800元。来，张秀清，750。750。哇，你们是怎么了？对。啊，
你们的价钱都不超，剩下都不超过100块呢。对他们怎么过那么厉害啊？然后一起作弊的、啊，不是、啊？是啊，有默契。安哥，850啊，850，可不可以吃？可不可以吃啊？啊，肚子好饿，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可以吃啊，估价正确就可以吃了哈。好，这样一个我们的怀念的味道特餐，到底一组要吃多少钱？一组认为760，二组800，张若昕750，好，方瑞儿850，到底谁最高兴呢？一、二、三、904，好，方瑞儿最靠近了，但没有冰果了，嗯，很可惜。我们叫。不加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那个子女也来一下，要吃就吃，干嘛扭屁股啊？啊，这是刚刚那个许志豪他哥哥剩的，不要啦，不要吃，他现在不能吃他口水，很开心的。阿罗瘦很多哎，我有瘦吗？瘦好多哦，我很会吃哎。哎，凡哥，你知道阿娥姐多会吃吗？哎呦，这么高价啦，吃一条白鲳鱼。一条白鲳鱼，我可以吃一只鸡耶！我回家哎，你导游更爱吃鸡了。你导游好了，你赶快嘛！等一下，好，我唱歌要一定要唱歌，我跑不了，对吧？一定唱歌，一边唱歌一边喷饭。爱情像花旦，表面也真好看。哦哦，是是是，有那个加观赏的节目，不要这样子。现在呀，痛苦一堆，我都加。哎，这个好棒啊，好香哦。阿姐，不好意思，阿姐，你宣传起来，阿姐，宣传起来，你都不管旁边的人呢。我喜欢假地川，叫蛋仔给他包起来。我包的，哎，拢你的啦，今麦这拢你的啊。哎呦，我食饭的形态也歹看啦。没有，没有，是有人来食个饼干啦。阿姐，好，接下来你还有机会唱歌喽，等一下哦。他唱歌哈。哇，我们去过哦，但是我们现在玩游戏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进行我们第一阶段。命中注定。带回家。男生的子女哦，方小姐，方小姐是做什么工作？零售业，零售业，专门在卖专辑的，卖家具，卖家具，哎呦，安哦，你还要，你是他子女，还要卖什么家具？没有，那卖家具脸都红了，啊，你是卖什么家具？可以烧的那种家具啊？会不会脸红成这样？对，你可以直接讲啊，对啊，我在特力屋工作，哦哦。我在特里屋工作，怎么蹲下来的？我觉得他比较像电梯小姐啊，真的哦，很有礼貌。方瑞，我们一直要真的要，因为他的歌真的很棒哦，也刮鱼带带衣光，从以前的追加狗女，一直到我们那在秀场的欧美鬼，吊瓜就是爱情，像花旦哦。爱情的心情陪伴呢，陪伴内底有快乐，有悲伤啊。
唱歌呢吼，你到今嘛声拢无失掉呢。真的吗？从以前到今嘛，完全拢感觉有搁较进步。都较进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他无像以前喊歌靠声喊人济啊，无啦，我较早声较尖，较尖啦。因为阿五这条哈，这个专辑啊卖得非常好，现在卖得很好，已经卖得很好。谢谢，感谢。好，最终啊，接下来要跟我们估价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估价速度会紧的。不要紧啦，导导。概念没样。会，我之前上过你节目，那就没有问题的。OK， 哦 ，OK， 哦，会吃来了 ，Oh my God。好，五样估价物，曹兰来介绍一下，来。来啊，等会儿我们来看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五样的估价物，来，请。好，首先看到的是外星精美的精美烤面包机，哇！智慧型液晶屏幕的健康质量管理机，哇！外星时尚用户挑片的高级音响组合，哇！手震高画质超大屏幕的高画质数位相机，哇！仿佛置身在电影院中的极致家庭剧院。哇！五样的估价物，好，五样的估价介绍给你。那阿欧来就定位，来哦，请。子女在这一边中间，阿欧在这个位置。OK， 好，我这样都 OK， 然后绕一圈哦。好，60秒的时间估价呢？估价要送给两位哦，速度要快。在60秒内，如果猜中的话，五样估价物就可以带回家了。是。好，陶奇祥，这是。这是精美烤面包机。好，烤面包机到底要值多少钱？60秒没有超过1000块。好，60秒来，60秒计时开始。699。高点。700。高点。730。高点。快。800。高点。990。低点。980。低点。950。低点。930。快到了，高一点。935。高一点。945。低一点。950。945都低了。930几。938。啊，938。真的。大人。哎呦。真的啊。真的假的？我之前上你的节目猜得好准，现在看到你突然跟我讲，脑筋空白啊，紧张。我唔知啦，那惊一个讲袂出。唔知啦，顾过来上啊啦，应该每天都来上这回。对啊，都不上不行的，对啊，要多上对。那让那个子女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子女刚哦，已经进入一台多一点，给你暗示过提示啊，你哦，刚刚感觉就搞好呀，你哦，那气质控。我做爱贝明天，我贝贝啊，你。我贝贝。哎呀。好，这个是健康质量管理机。好，管理机到底要值多少钱？2000块以下。35秒来，35秒计时开始。1450。高点。1699。高点。1897。低点。1598。1700多少？1798。低点。1785。低点，快。1769。低点。1755。低点。1749。哦，哪来的现实题？忽然之间来看。对啊。有啊，真的是啊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们这个怎么会啊？1400，1700。哦，我那是打折又。哎，我真的很累耶，都还有零钱零码。都每个都有零头。要修了，那也就拍有了。你当然你搞我。啊？你当然搞我。哎，还好啦。还好哦。对啊。你两个，咱讲到这，你两个叫做兵工。三工。我讲你啦，10秒开到10寸10秒啊，你看嘛。啊、对哇，跟王丽，王丽，咱今晚报仇一下。啊，这样子啊。对哇。嘿。好了，王丽到时候扣你个皮了哦。14秒，这个是高级音响组合，到底要值多少钱？3000块以上，来4秒，来14秒，计时开始。3900。3900多少？3950。3910几？3915。高一点点。19。低一点点。16。高一点。17。17号。917。七杂无三四，然后卖弄安尼啦。你这么紧呢？我都因为你杂做阿婆。哦，还好凡哥有帮忙嘞。哦，就恐怖。凡哥哥。好，3秒来，3秒你怎么猜？4000。900多少 ？OK， 可以吗？4900多少？多少？数位相机哦，他们店里面应该也是有像这样子的产品吧？哦，应该很多吧？对呀。没有打折啊。哦，没有打折，我们都有个位数字的哈。4900多少多少？如果3秒内可以猜得中的话，四样估价依然让你带回家。好，3秒钟来，3秒钟计时开始。4979。高点。4989。低点。4989。85。4985。好，打八声出来就是表示说，米皮可以用很亏亏啊，哈，时间拢搞啊，哈，好，所以说没有中，4985没有中，两个让阿欧选一个好不好？好，
你要两个选一个，还是要三个选两个？就三个数选两个，就你选一个，方小姐选一个。那如果两个选一个，就你选。我们俩一个人选一个。哦，这样有谁有比较？这两个分起来有谁比较难吗？问你呀、啊。4981，82，83。哦，83啊！你想怎样？Keep Mobile 哦，我年尾我熬就 Keep Mobile， 博泰博基在 Keep Mobile， 4983，对，83，你只要选一个呀嘛，那就要只能放在几个算，让子女选一个，好，82，82，3选2，如果选中的话，这一样送给你们，好，好，4981，82，83，方小姐选82，方瑞儿选83 ，Keep Mobile 哦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好，记得不要都赏你来送你这一台最恭喜组合音响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资格赛 ，How much 就是你。四组准备要抢答，抢答成功估价正确就可以参加等一下的赠奖游戏了。有四样估价物，这四样估价何者为？590元。我爸高子扣盖小姐，来哟！今天全都是可爱的面纸盒系列。首先看到的是，肚子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吃下去的杯面面纸套。哇！牙膏的造型让你会心一笑的牙膏面纸套。哇！趣味的炸弹造型，不要点燃引线的炸弹面纸筒。哇！有客人的时候，绝对让你惊呼连连的爆米花面纸套。哇！这四样估价何止为590，我爸告诉扣5秒钟来扣卢姐。时间到，请抢答。最快来张秀清。来呀。哪一样？590。590应该是杯面哦，面纸套。来看看590元有没有。难猜哦。好，其他三组请抢答。好，好，来第一组来。志豪，炸弹面纸筒。炸弹面纸筒第三样的估价物。好，590，来590，来看看有没有。有。耶。我先把那个炸弹的面纸筒。谢谢。志豪送给我，送我啦。给我啦。其他的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爆米花面纸套。好，爆米花上下20块。450，张秀琪650，猜高的哈，所以你刚猜多少？他刚猜450，450的650，对，650，安哦，570，对，感觉很便宜的，很便宜哈，没法多了，你又那至少也猜一下了。580吧，580，我猜550，450，650，还有570，上下20块，来看看谁比较靠近。650。观众就已经很惨，还要被猜。哎，马戏团第几台？目的目的不在猜，是在喷。来，牙膏面提醒一下嘛。啊？要不然我真的会被他们瞧不起。好，我给你暗示一下，好不好？没有很高，好来。好来。这叫什么提醒啊？没有很高，你就不会猜600多。比500低吗？啊？就这里面的产品里面最低的吗？有没有高一点？你猜对了，你猜对了，就是四样估价当中里面这个是最便宜的，请问多少钱？上下20块。好，490。490，来看看490有没有？我乱猜，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，好不好？我就是看上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，是哦，那全天下都看得起你。这比较可爱耶，好厉害哦！告诉你，我是大智若愚，太厉害了吧！好，这个我们恭喜一组的许秀来参加我们第二阶段的超级连连看。耶！好，超级连连看，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待会说连对的话，五样呼叫连对的话。我们就有5样呼叫送给你，甚至还有10000块的奖金。可是五样哦，5样都要全对哦，在一分当中，一分钟，很容易啊，这样还蛮赶的，因为你看他这样那么胖。
对，没关系，刚刚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，徐志豪你自己也不瘦啊，还笑我。我整集下来都缩小腹，也被你看出来不瘦。徐志豪，你是怎么出道的？我是歌唱比赛，在歌唱比赛，在有台的亚洲新人歌唱大赛，我和我的 partner 梁欢都是歌唱比赛出身。凡哥跟兰姐，我们这次带了新的专辑要送给你，恭喜谢谢。第三张的专辑，这张已经第三张了，第三张。我们加入豪记第三张。新买新加坡的是这张专辑的特色是它有四首新歌，还有八首呢我们师兄师姐唱红的 Hito 的歌曲，我们把它改成梁欢跟志豪的方式来诠释的。二话不说，既然上台就来唱了，尤其新人更需要唱了。谢谢谢谢凡哥，真的，来梁欢，来梁欢，这份给你，好谢谢。那好，我们先来唱好了，好就带来我们的新歌《新买新加坡的》，一起欣赏。甘是我对你无用心，才会走到有缘无情分。冷冷的雨声，刺擦着阮的心结，回过头看无你的形影。春山冰冷冷的心肝已经无脚喘，留恋也是一场伤心梦，今生的所爱怎会来造成对你的伤害，无奈只有离开，请你谅解。遥远的所在，犹原对你真心的关怀。感情的世界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。今夜绵绵的雨中，一声爱你。心中心爱的人，请你爱保重。哇！听到好会唱，好不好听？好棒哦！谢谢林欢，谢谢林欢，谢谢林欢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可以拿奖品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两位请先往这个定位哦。现在这样子的，我们现在这里总共有六张牌，这六张牌当中你们有一张哦，当然不属于里面的无恙估价物了。那你要当然要摆对的，在六十秒内摆对的话，无恙估价要带回家，还有一万块奖金。那曹兰要帮你介绍无恙估价物，你可以顺着看一下。好，来，赶快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牌。你也想唱啊？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拉毛发脏污脏面清洁溜溜的水管一条通，哇，自动加热外衣超方便的热乎乎随手杯，哇。角质让你的肌肤更光亮的粉刺不见黑面膜，哇！添加吸盘材质柔软，哪里都好刷洗的迷你手洗板，哇！随时为你疲劳的眼睛舒缓压力的眼睛暖暖包，哇！以上无恙估价物，好，无恙估价物介绍给你。你刚刚是手里，你也知道大概的价钱，然后完全在我掌握当中，掌握当中最好。六十秒来，六十秒计时就跑了，开始。目前在五样当中，里面五个只对了一样而已，不对一样，快，只对一样啊，只对一样，什么都要换哦，直接直接对一样。都对，好像目前的五样全部都错，五个都要换，五个都要换，还记得刚刚哪一个吗？对不对？眼睛暖暖包吗？
头到尾的前两次只有对一个，现在终于在第三次了，在这五样当中里面依然是没有一个对的。哎，这个难，全错。这都是周年庆买来的吗？价钱跟我估的都不一样，反正我跟你讲哦。你现在都错了，所以你一万块的奖金没办法带回家。但是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次你摆对了，五样护照送给你。那我们要告诉你说，好，有哪一样是不需要摆上去的哈？好，好，我们应该是258。258块，这个价钱是用不没有的。好啊，你好潇洒啊！都全错了嘞！你在生什么气？你在潇洒什么？他最后不是我要请。找我弄就卖熊鼠了，你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这个错的，其他四个都要换，两个一起，好不好？两个一起哈。有多少时间给我们？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好，请开始，来。来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啊！五个要全换才行。好，时间到。哎，还有没有没换到的？哎。厉害喽！这个叫啊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混乱当中啊，实在很难判断。好恐怖！哇！哎，导播，我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排好之后跟刚刚三轮都一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，都一样吗？因为你真的对了。哇塞！真的假的？全部对啊！打开给你看看。真的假的？万能的天神给了你们神奇的力量吗？真的。首先，我们从这边的这样估价物开始来看看。这样的估价物，眼睛暖暖包，170元。哎，漂亮，不会吧？迷你手洗板，299吗？哎，对。哎，什么哎？它就是500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最便宜的热乎乎随手杯，158元。粉丝黑面膜到底是不是329？谁管你呀？不是。哎呀！这个这么贵啊？哦，这个是最贵的。一条通这个这么贵啊？什么水管啊？我们送你呢，精美的烤面包精美。好，送给两位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进行第三阶段资格赛，期货居家硬邦邦。这样的期货不得了，今天所有家事一支就可以搞定的多功能快递夹。好，一起来欢迎来介绍，这个是我们的蔡小姐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错的蛋小姐，错就酷啊，错就酷啊，就是这一只，就是一只啊。只要你在厨房炒菜还是煎肉，都是它就可以了。以前都用这个，产自对。那这个用这种锅子很容易去伤到这个不粘土层。那用这个的话，因为它是圆弧的，所以你这样子拌面它都圆弧的都不会刮伤。然后你这个有时候铲不到，你这个整个直角都可以。所以它用拉的、用夹、用夹的都可以。现在要烤肉很方便，直接去烤肉。哦，用夹的，方便哦。它不会烫手，不烫手，不导热，不导热，非常好的不锈钢，所以它非常好用。一般有时候手握的都是会用塑胶的，是。有时候就是妈妈有时候放，有时候靠在这边，靠那一边，到最后烧起来，没错。那么现场赶快来示范一下，它这一支到底有多好用呢？我们先来炒个菜。好。对。然后只要一点点油，是。然后把它拨开，然后你要搅拌也很方便。哦，对，然后夹着就好了。它现在就夹给我们看了，是。对。哎，我还现在直接做炒的一个动作。哦。好。再来。再来点青菜。对。直接红萝卜下了。是。就等于一支。什么都不用了，对，几乎等于搞定了。那么在炒的同时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只同样的，它到底是怎么样可以一下子变成铲子，一下子变成夹子呢？原来在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像是圆钮的样子，我们现在把它推上去，它锁死了，它上面里面有一个小洞，我现在把它这样推下来的话 ，OK， 它就变成上面就可以打开了，它就变成夹子了。它主要的就是卡在里面的这一个锁卡榫中，所以你看我这样子壳起来，然后我再推上去，它就可以这样立刻的闭合起来，对，变成一片了。
好厉害哦！接下来你喊我们烤肉。烤肉，中秋节烤肉。你会觉得嘛，什么韩国烤肉或是什么烧烤，他们是不是，他们的店里是不是应该分配每一个人一支这个？对。哦，真的。我觉得商家是不是每一个人应该分配一支这个，很方便。而且你现在因为有一些烤肉店，它已经会有那种像锯齿状的那种，那种看起来也不好看，这个看起来多漂亮。我觉得油炸的时候真的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好用哎。对啊，就说你想要给他说你这一边熟的，想要翻过来，哎呦，好方便。好顺手哦。真的耶。顺手。哦。反正好爱做家事哦。对。我好爱做家事，我最喜欢洗内衣裤了。其实你最喜欢的是裤子吧？讨厌的。啊，好，真的很方便啊，真的好用。可能呢？所以这个也可以像是锅铲一样，我们待会要把它盛出来的时候好用吗？可以吗？盛出来也可以。这边很大的洞哎，菜会不会一直掉出来啊？不会。哦。哦，它变啊。好有夹的，对，哎，很好，但多余的油分不会一起出来。对，你做油炸的时候还可以把油因为它有洞。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一个哦，真的是又快又方便夹取食物，以及你要烤肉啦，或者是要打蛋都很好用的。对，我们让观众看它的功能啊，现在夹的东西或是把东西拿起来，都是速度非常快的，很方便的。真的是非常谢谢蔡小姐，我们介绍这么好用的一支筷子。这个是国内研发的还是国外？瑞士的。好，先谢谢我们的皮皮虫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蔡小姐。夹苍蝇也可以。哎，我的智能跑去那。对啊。好，这时候请带来估价。是的，我们的这一个快易夹，多功能的快易夹，来自瑞士。原装进口的，原装进口。对，这支的市民价值多少钱？五秒钟，请考虑。我觉得应该很贵耶。好，时间到，来一组的，来，许志坚跟许志豪，1080块。好，1080，来，梁欢，1600，秀清，1280，1280元，安哦，990，啊。好，其实他们都很接近耶。嗯，对啊，都没有人猜一万多块哈。没有啊，不要哎，一万多谁要买啊？好，这样一支我们的谁哎快印夹。好，但是市价是多少？一组认为1080。二组1600。好，张秀清1280。黄美儿990。靠近又不超过来1350。恭喜张秀清，你最靠近，不超过底价，没爆炸。好，也恭喜啊！是叫我们第三阶段的大奖换不换？大奖换不换？啊，这个有点要斗智的哦。哦，可是我没有打歌哎，他们都有打哎，我也要打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我打歌嘛，秀琴打我的歌。爱情像皮蛋，很贵啊，真歹看。不是啊，根本真歹看，你在上面啊？很贵拢为先抓。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所以有时候好听的歌很容易被改歌词。是，扎起来的秀场哦，这条歌用改歌词哦，就把这首歌已经大红了。哦，对呀，对啊，现在都已经红了。张秀清红太多歌了，没有啦，只有车站好不好？秀清其实不是说歌唱的好，他是技巧也很棒。有人是歌唱本来声音好听，那张秀清是可以模仿人家，他的技巧可以好到比那个原始唱的人都还可以唱得更好。对呀，唱谁就唱。来了，请过来。不行了，跳江了。你不要给郭伯伯好吗？如果蔡秋凤唱这一首，就会变成。爱情像花朵，很贵，我真歹看。好像哦。对，同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味道。120呢？爱情像花朵，表面嘛真好看。有这样的夜景，卖得好不好？很简单，就说我们现在看到八张牌，这八张牌当中里面有一个大奖，我们大奖现在马上介绍给你。好，如果抽到大奖的话，那今天就可以把大奖带回家。当然我们里面还有5000块的奖金，当然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奖，当然也有银屑灰谷。哦，所以要了解一下，我们今天介绍大奖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最大值的奖就是价值33800元的家庭剧院。哇，哇塞！
主哦。是。张佑欣先让你选两张你不要的。好，里面啊，一二到一到八，哪两张你不要？好，那我就四跟三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打开三给你看。三不要的是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连张轩他是我的偶像，我以为你们刚才很想要耶，要去一千六，我可以转卖给别人卖八百啊。喂，这个已经我转卖出来了。那再来看一下，啊，不要，刚刚选的四号，四号应该明谢惠顾，是啊，明谢惠顾最大奖怎么办？哎，陶瓷的电暖机，还好啦，这里面你该不会其他都是明谢惠顾吧？没有。好，我们朝南进来一下，来喽。来，秀清靠前。来，你们在爱情的陪伴来对吗？加油！两个再靠近一点，还可以再靠近一点。OK， 最后一个，最后一步来了。现在接下来你要选一个哦，你觉得哪一个大奖？就家庭的剧院组合到底是这价值多少钱？家庭剧院组合，家庭剧院组合33,800块。好，33,800块。好，请问选哪一个？33,800块吗？对，是家庭剧院。家庭剧院组合33,800块，哪一个？没几料啊！我才不要选料，一好了，一好了，一啊！你相信我们？哎，对，我相信你们的人格。我们做节目已经没有人格，但是有时候会有，所以你选一号。对啊， okay. 我相信你们，确定了。哎呦，我就从这件事情认清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能告诉你，你早应该就要认清了，不用从这件事情。该不会？好，朝南抱住他。我抱住他。对，这是你的。哦，为什么刚好抱在那里？有家庭的训练组合，这个是不是呢？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只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直接要跟你换。来，我现在跟你讲，我拿这三样，一、二、三，也就是说6号、7号、8号三个跟你换，你手里的这一个一号，换不换？换吗？三样换一样，对对啊。我们是最后时间不够的，海绵宝宝要出来了，要不要？蛮划算的，要不要？换吗？换的话我就放上去。我现在打开给你看，你换到是什么？好，哎呀，不要换了。所以张秀英，你懂不懂？你接下来你要的东西就这三样是你的了，跟别人没关系的，你就这三样都是你的了。不要换了，秀英，怎样？换了。我们开牌了，要不要换嘛？阿娥姐说怎样？阿娥姐，爱情的陪多，你出钱为嘛？好，阿娥姐说不要换了，不要换了，她始终如一，都还没结婚，不换，嫁不出去。好，我打开给你看，我们刚刚要给你换的这是什么？哦，还好啦，500。啊？还好还好。所以你这一张有可能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一张什么？哇！不要，不要他，我要现金。那这张什么？不要，对嘛？大奖，大奖。所以说，还有33,800呢。你有没有可能带走的就是33,800的家庭剧院组，或是或一跟五？对，对。一跟五要不要换？你刚刚选的是，等于一个是明谢惠顾喽。几乎，我哪衰了？所以一号跟五号，最后一次问你要不要换？我们现在已经打开给你看了，换吗？不要哦。你选择的是一号，要把它换成五号吗？换不换？对啦，不要换了，秀清啊。怎么样？盖屁啊啦！什么？一号。不换。不换。不换 ，OK。不换。打开给你看。啊！家庭的训练组合。等一下。哎，就看啊，哪将你掀开？啥？来看龙虎星座啊。龙虎换？不要。不要。刚刚不换。我们再没有打开，你都有机会选择。不换，来看看，不换的一号是什么呢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恭喜你，吹风机啦。好，所以说五号在这里啦，家庭剧院组。
而且499，刚刚那三张跟你换，还有现金500块，真的，这个已经499而已。哎，至少不是抽到主持人签名照，签名照可以不要啊。哎，你那裁缝机有199啊，500块的用，我们只扣90%的税而已啊。好，这个送给张又卿他们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接下来越做越紧哦，就不会像这么松，让你换不换，都是速度很快，让你决定就是决定不换。是，好，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也踊跃来报名来参加。是，好，没有上台的有没有？其实等于是几乎都上来了，除了第二组梁欢跟梁莹之外啦。好，好，我们送你安慰奖来。是，我们就把最大奖今天的那个家庭剧院。家庭剧院组。我们在做什么节目？没有啦，我们送给梁莹古早味牛轧糖带回家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我们谢谢四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准时收看《消费咕咕乐》啊，咕噜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